俄勒冈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周四走出塞勒姆的州议会大厦，自那以后一直没有回来。他们的缺席导致周日的投票被取消。俄勒冈州参议院有三十个席位，其中十八个由民主党人占据，但至少要有二十名参议员出席才能够举行投票。共和党参议员没有出席，这是他们的失职。 州长凯特·布朗已经授权州警察寻找失踪的参议员，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我们一直避免待在州境内，在那里州长可以行使他的特权，让州警把我们带回州议会。共和党州参议员强烈反对这项旨在鼓励企业转向绿色技术的法案。 民主党支持的计划是到2050年将碳排放量削减到1990年水平的80%，但共和党人表示，随之而来的天然气和柴油价格上涨将不成比例地影响到俄勒冈州的农村居民。他们希望就该计划在全州范围内举行全民公投。我在避免让所有俄勒冈人都背上这个可怕的法案的包袱，这是我的选民的愿望。 气候变化法案引发的共和党州参议员的出走，影响了其他120多个法案，因为在失踪的共和党人回来之前无法进行投票。俄勒冈州参议院议长周日呼吁跑掉的参议员们返回。这是我议会生涯当中最难过的一天。 但共和党人指出，2001年，当时占少数的州众议院民主党人出走了五天，以阻止共和党提出的一项议案，即在没有州长签字的情况下重新划分州内的选区。民主党人看起来虚伪。 因为他们曾经干过同样的事情，而当我们使用这一程序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不合适的。失踪的周参议员已被下令因缺勤支付每天五百美元的罚款。他们的支持者已经建立了一个在线筹款机构来支付这些罚款。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